老爸，我回来了啊！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换衣服啊，换上衣服过来找你哦。哎呦，媳妇儿，我回来了，啥眼神啊？那、啊、没完没了了，是不是？啊？回来就回来呗，跟我说什么？给我滚远点，离我远点。今天几号，知不知道？知道，谁知几号？爱几号几号，跟我什么关系？赶紧滚！我愿听这话。今天发工资啊，他都不要了，哎呦妈！发工资赶紧给我转回来不就完了？切，我转，你不是不给你是吗？我给别人发去，啥？我领别人玩去，发钱儿。领别人去玩儿？领谁去玩儿啊？那你就别管喽，啊？开发一下你可爱的脑袋，自己想象一下。给你个胆儿，你敢吗？还给我个胆儿，我都不用给，自己的胆儿就够了。嘿，还有充我话吧，先转来吧。哎呦我去了！你这不叫叫就转钱，你这明显是要抢啊！还痛快给我转来吧，我痛快拿个别人花去，痛快转。哎，就这个性，咋弄？别搁那吹了啊！借你十个单，你也不敢。别激我啊！给别人花，我借你100个单，你敢呐？你长了100个胆儿！哎呦我去呀、啊，媳妇这老厉害了，真不是输，还不是输，真不愧母老虎也。拿来吧。别一会儿让我加法伺候你。干啥呀？要不就滚远点。哎呀妈呀！干啥呀？怎么这不是怎么口头威胁不行，采取要动手了。好了，别生气，别没完没了了。走，穿衣服。走啊，老头给你买包去。我不稀罕，你说的啊？你愿意去给谁买给谁买去。哎，你说的哈，我说的，别后悔啊！别后悔，给你一个十个单，你看你敢不敢？你看我敢不敢给走？你敲十个了。还挺敲实，你看我敢不敢？哎，借你100个单你都不敢，快点，赶紧转账转给我。我告诉你，你等快转，我着，看看来你开多少钱。开，啊，转吧。想死你！我领别人去花去，你不刚说了不管吗？啊，你看我敢吗？还借我100个胆儿，我都不用借，我一个胆儿我就找人去花去，走了。哎，干什么？不行，不行，那不借我100个胆儿吗？你啊，不行，你小样儿，你给我整事儿你快拿来吧，还借我100个胆儿？拿来！啊，你不说不怕我给别人花吗？啊？小样儿，你给我整事儿啊你快点拿来给我啊！看！你看看，开这月开多少钱？嗯，买包不去，我给别人买了啊！哦，不是，我去，我换衣服行不？我换衣服行不行？行，走，我告诉你，再别跟我嘚瑟哦，我啊！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小样儿，收拾不了你了。吃点好吃的行不行？行，啊，咱们然去。后再给我买一套衣服行不行？行，行不行？行。剩下钱全转给我行吗？那不给你给谁呀、嗯，老公最好了。哎，总算硬气。快去，快去换衣服，我也去换衣服，走了。